单人双人房，我选了厕所。这才是双人房，那是算单人房。啊，这好像这比较小，这比较大，这大好多。然后免治马桶。而且我们那里还有小的，那可以晒衣服。还有洗衣机。哎，有洗衣机呢。对，它外面可以晒。我到时候我们抓紧。浴室。我们都没有带到洗衣粉的。哎，这有烫，有熨斗哎，还有衣架。那这是什么？这种拿不开哦，可以吸尘器。它连吸尘器都有，夸张。它还有洗玻璃，那个刮玻璃。客厅、厨房。你在上厕所吗？